我喝的有点多了，有些事儿不太记得，应该不是我先主动的。是你主动的？怎么可能？结婚以后，金家的产业分你七成。八成。成交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对我负责？不同意。跟我结婚吧！壁咚、床咚、车里咚我都做了，他不会觉得我是变态吧？金姐，我答应跟你结婚。既然已经结为夫妻，牵手、拥抱、亲吻必不可免。至于更深入的行为，可以确定一下次数。确定次数？要是金家知道了，顾从北不就是五年前绑架蓉蓉的男人？金总会怎么说呀？你在干嘛？顾从北，没想到你高中的时候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我想相信自己没有伤害过你，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如果我的人生能早一点遇到你，应该会有机会成为一个大好人。希望在我们婚后的每一天里，你都能过得开心。快点许愿啊！过了十二点可就不灵了。你在等什么？怎么不许愿？快点许愿！快点！答应我别下大雨。好，就这样，再靠近一点啊。